来体验台湾基隆人的生活啊。现在是傍晚的时间，我来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我现在是往这个核二电厂啊这个位置这条路进发，然后我在这个路途之中呢，见到有一个值得我拍摄的场景啊，所以的话呢就下车。啊，这里是海边，这有一个什么私人岛屿啊，吃饭的地方，感觉很不错，这可以在里头吃饭啊。是用落地玻璃的，整个它叫做什么了？私人岛屿烘焙站，私人岛屿烘焙站，私人岛屿烘焙坊啊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吃。吃烘焙的，还有有没有其他的简餐咖啡之类就不知道了。那我们主要不是介绍它了，因为在这里有条海滨步道，那大家可以在基隆生活的朋友，他们可以来这里拍拖啊，看海景啊，啊，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其中一个景点尖岛还是尖山啊，啊，我都不记得了，这名称待会我们再来证实是尖山还是尖岛。这个是一个景点，在基隆港汇出去的地方，一个凸出来的像山像大石头，你说它是海中大石也可以。刚才呢开车经过这个地方啊，听到有音乐声音，非常的有感觉，因为在海边，我们以前去旅游啊，去泰国啊什么一些热带地方热带国家，他们海边就会有一些歌手啊乐队啊在表演。我来到台湾这里啊，好像去到东南亚的一些非常热情奔放的一些国家，也是在海边啊。这还有人在做烧烤，台湾好声音歌友会，台湾好声音歌友会，你好，我是香港的朋友来旅游的。是啊，对，做环岛，做环我已经来旅游了10个月了。对、哦，在台湾已经旅游了10个月了。好棒，那你对台湾很熟的啊。相对你来说可能不熟，相对很多香港人可能很熟。很棒哦。谢谢。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歌友会？好声音，好声音哦，街头艺人。街头艺人。然后我看你们是叫台湾好声音歌友会，对，那你们有多少人呢？我们有几百人呢。哇，几百人啊！对，好大哦。还好啦。那这些人都分布在台湾各个地方吗？对，各县市。各县市都有。对啊。然后他们是基隆是比较多。基隆比较多。对，基隆大概会占百分之多少啊？基隆是大概快300个了吧？哇。那一半都有啊，最少。对啊。哇，那都是街头艺人，或者说，一般的人能参加吗？喜欢唱歌的人都能参加吗？喜欢唱歌的要有接艺证。要有接艺证哦，台湾还有这样的东西的，街头艺人证啊。对。哎，
没有碰到你，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新鲜事物。对，台湾街头艺人许可证哦。还有接一这个是基隆的，基隆市街头艺人许可证。那这个证是怎么样才能够拿到？基隆市政府有在举办的时候，因为今年疫情所以没有办，那明年应该会办，就会颁发，明年应该会办，也不是颁发，现在好像明年会跟北北基合作。我们走太声音太大王。怕录不到声音哦，就是说那个那有要有什么资格呢？怎么样才能够拿得到呢？资格就是你要满16岁以上。哎，满16岁以上，那、啊、你是不是这边的户籍？哦，那就可以、啊。要本地的户籍，应该是本地的户籍。你或者说你在台南，你要台南的去加入。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你台南的也可以加来这边，你台北的也可以加来这边。这样吗？就是要台湾国籍，台湾国籍的。哎、哦，啊、你要基隆市政府有在办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来参加。那要考核吗？以前要考，现在不用考，现在只要去参加上课。哦，哎，要去上课上2天。唱歌。上两天，上课，要去上哦，上课，要去市政府说，上课上两天，走过太，声有点太声音，不知道录不录得到，就是要上两天课，对，然后呢，上两天课，然后市政府就会颁发那个接遇证，哦，对，那不用考试。以前要，现在不用了，那就好。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、我们的官网哦，你们有官网哦。这个哎，我不会懂你带去，这是在FB 吗 ？FB 上面吗 ？FB 也有啊 ，FB 也有。我不会的关心你的鲜花，自由自在一般。在搜查资料，我们嗨，这是我们的官网，我们的那个街头。这官网是在哪里？在什么网站上面？哦，来，我再用我们的官网给你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职业工会的 FB。好 ，FB 这个是哦。然后。上 FB 就可以找到你们的啦。FB 对，可以找得到，而且我们有官网。哎。官网。你也想不到。啊。这位朋友呢，在唱的台语歌，唱得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唱得很好，很棒。台湾好声音的一哥啊，台湾好声音的一哥，台湾好声音的一哥，对，真的、啊，哇，幸会，台湾好声音的一哥，我他说你是啊，我哪会啊啦，哈哈哈，空调啦，哪会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官网哦。这个就是我们职业工会的官网。基隆市街头艺人。哎，怎么？啊，不对。哎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没错啊。官网是在哪里呢？在什么？你们自己独立的一个网站还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独立的一个网站。自己独立的一个网站，没事，他们上网查就可以查得到的了。现在他们不用，你不用刻意的调出来，他们只要上网去查，你们打进你们那个基隆市街头艺人职业工会，知道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听歌，你来表演一首好吗？没有，时间还没到，我们等时间还没到才开始，对，6点才开始，哦，会有很多艺人过来吗？会。等一下还有人会过来，还有三个时空。
哇耶，还有吹 saxophone 哦，真棒真棒。卖车的，这边卖车的烧烤，烤玉米，烤香肠，好香好香。还有这炭火烤的嘞，怎么卖啊？香肠吗？香肠怎么卖？35，一条三条100，玉米呢？六十跟七十，好，谢谢。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在这海边唱歌表演，待会还有 saxophone 表演。现在这条片段已经录了12分钟了，这里还有个凉亭，如果下雨的话呢，还可以躲到这里边，有停车场。卖水果的 ，Hello， 跟我们香港的朋友打招呼。香港，对对对对 ，Hong Kong， 你们怎啊？西瓜西施油啊，西施油25块钱已经按斤算的。香蕉有20块一斤啊！对啊，是啊。啊，哪里有？我在做环保啊。啊，去哪呀？我说我来了好久了，来了10个月了。进来要14天的那个。我来了10个月了。哦。没有疫情之前就进来了。哦，那现在要等疫情过再出去哦。对。那回去要被关14天。是。那何必呢？是不是？回去被关。中共要打过来了呢。中共要打。不可能，放心，他打不过来的，放心。他说那个美国总统交接的空窗期，老公打你。哎呀，不会打，不会打的，他不敢打。我怕他打了。放心，打过来我就玩，没有财产。不敢打，不会打，不敢打，是安心生活。我你看台湾人个个到处玩，到处游玩。他的武器，一点我都不接。他的武器是我们的10倍的。你是我第一个听到担心的，我没有听过其他担心。我没有担心啊，是说那个抿嘴在那讲啊。抿嘴的话你也相信是吧？抿嘴的话你也相信。你要经过这个用那个什么，我们那个一种。不是一种容器啊，那个把它筛选了以后，你才可以接受。现在中共的武力比我们台湾还强。哎呀，他的飞机是我们的10几倍，那有什么呢？架速多有什么用？多没有用，要强才行啊！你只搞个100个老人家，我10个强壮的年轻人，你说打谁打赢谁？是不是？九七收回去啦，他现在又不民主了。他九七是骗去的，不是收回去，别搞错。那是当时是签约的，割租给英国。不是，那是清朝政府。哦，那时候那是清朝，那是满清。啊，九七那是清朝的话，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嘞？1997他有签。没有，那个是跟中共还给大陆，不是这样子哦。没有、哦、没有没有，那个是签的话呢，是清朝政府跟那个英国佬签的，那个英国政府签的。那但是呢，问题是，你清朝是谁灭的？你想想，清朝是谁灭的？对，我不知道是谁灭的。然后你没有读历史啊？
很简单的历史啊，中华民国灭的吗？孙中山，孙中山带领的这个不是蒋介石、革命灭的吗？不是蒋介石，蒋介石还没出生。哦，你说更早的，还蒋介石还小嘞、哦，是不是？蒋介石还小，哦、还没不知还不知名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在深山里面推翻满清政府，是、哦、那是。中华民国推翻的，是不是？哦、对对对。那为什么会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呢？没有归中华人民共和国、啊。那香港，你说已经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吗？他说是那时候签条约是还给中国。那中国谁是中国啊？中国，当初就是那当初是蒋介石。中国，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时候才有的？中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才有的，是啊。本来都是全部都是朝代。对了，本来就是蒋家和。原来都是全部都是朝代，是没有国，没有什么中国这个概念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什么明朝、清朝、汉朝、什么宋朝。唐朝都不是国，他们都是朝代，所以的话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。现在香港不民主了、啊嗯，被中共。没错。中共。所以我们台湾朋友要支持我们，嗯、大家。我们都支持。我们同穿一条裤子的。对啊。啊。同文同种的。我们抵抗强权，是吧？中国是大国，很难抵抗。哎呀，大而无当。听过这个成语没有？大而无当，放心，别被纸老虎，像这个很大的纸老虎能吃掉你吗？是不是？放心，不用担心。我们作为你的这些水果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水果啊，这个是台中，台、这个、是宜兰哦，这个芽柑、橘子。橘子是你们叫什么？碰柑，这是台中种的，一个属外台中的。这个是宜兰东山乡的，宜兰东山乡，东山乡，东山乡，宜兰。然后那个香蕉呢？香蕉也是台中的，台中的也是。嗯，啊，在这里摆多久了？哦，摆了两个月了，才两个月。以前的菜市场生意如何啊？生意不好。哦，天气冷了，对，夏天比较好，对，冬天不好，比较多人出来玩啊，多少卖一点这样子，是，能赚点了，多赚点了，好，谢谢，小赚。你是住在基隆吗？对，住在基隆，在地人，在地人，这里的话呢，是不是会有很多在地人来这里玩啊？都是外地来的，都是外地来，外县市，台北、三重、内湖，就是。都是外地来比较多，这里的比较少，还是有比较少。哦、外地来他会来海边啊，走走啊，这样。海边啊，市区没有海边、啊。你反而在地人还不珍惜去多走走。外地人随时都可以来。对啊。外地来不方便，那就找时间来这边走走。是。他们喜欢走在海边嘛。是。那希望我们在台湾的香港朋友也多点过来走走。对。然后你们生意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你们有看？29，你们有看 YouTube 吗？有看 YouTube 吗？有啊，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也看到你自己、啊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文化的文。你的文化的文，名口鸟。口字边一只鸟。啊、我 YouTube 看很多啊。看我的、啊、那就好啊。啊我有看 YouTube、啊。那你可以看回你自己。我没有。啊、推特、Facebook 我都很少在看。很少用，只看、啊、看 IG 我也很少看。对，看 YouTube 好。多看 YouTube。YouTube 有很多的信息，不过要自己那个筛选、啊。文学的文。文。哎，文化的文哦。嗯。名是一鸣惊人的鸣，鸣口这边一只鸟，对，没错，然后搜索就会出来了，这里对这个没错，游学台湾是的，这个按小铃铛，要按小铃铛才会有通知，没有我游学台湾，这个是。他的频道，化妆过的，化妆过，我的频道，对，还没有上传，刚刚连，对，这个要过几天才会上传，上传了，因为我，对，我有很多视频还没上传，订阅小叮当，对，是。
那你什么时候回香港？暂时还没定，还没定。那你在这边怎么生活？没办法，那就是你有吃老本啊。要带一点吃老本啊，带一点钱过来，对啊，带一点钱过来啊，是啊，哦，那很辛苦，那要省吃俭用，对，省吃俭用啊，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，尽量省，要在钱没有花光之前要打，没错，会的，哎呀，你看台湾的朋友多善良，那你的到香港的机票不贵了，不贵，没有，不没有，很便宜，有些港币几百块钱就有了，现在港币台币是1:1，600-700-700都有了，现在汇率是1:1，不过现在价钱可能还是比较贵，现在对，因为还没有太通航，没有太多的航班。那你住饭店？一般，对啊，就是住饭店啊，这样。你没有住一般老百姓的比较便宜，饭店比较贵，除非你长时间在那里待下来。如果因为我都这段时间一直在路上，我在路上，我说八月中，又出来走了，走到现在了，就回去饭店睡觉，洗澡睡觉，是，反正就出来到处走，对，是。辛苦哎，不，好吧，谢谢。不会。谢谢订阅。可以啊。对，就这个啦，你就按这个订阅就好了，然后再小铃铛，然后就有新片就会通知你。在台湾的影片呢？不止，我影片很多，我都是拍台湾的。全部都是你啊。台湾拍的影片我拍了差不多，上传应该有最少八百条了。上传八百，最少八百条，对，最少。啊。这是赚这个 YouTube 的那个？没有，我还订阅人数还不够多，要1000以上才可以跟他合作。还有，我现在不够1000。还有那个厂商，希望我们看到影片的朋友能够多多帮我订阅。你的流量多的话，厂商会找你广告。没错。因为他 YouTube 会自动发广告给你。哦，这样。对，是。没事，1000以上以后，我就可以跟他1000个订阅量，是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你们也多多帮我宣传啦，好不好？有机会，没有问题。谢谢。拜拜。好，我们来继续听歌，然后就结束这一条视频。大家有在基隆的话呢，晚上无聊没什么地方好去，或者说觉得想到海边来走走的话呢，就可以来这里欣赏街头艺人唱歌，吃一下烧烤，都有烧烤吃。能为我们唱一首吗？然后我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是啊，好不好？听过男是街头艺人的歌声，要我们很想再听一首。好，那你想听什么歌？你最拿手的就好了。男士的。不是，男士的已经唱过了，我要听你的。就一首，好不好？难得机会，我们6点才开始，因为人还没有到。我知道，你就帮我们表演一首嘛。就帮我们表演一首而已啦，短的不用长的歌，短的就好。短的就唱一句就好了。一句太长，那你轻唱。最拿手什么歌？这位大姐，哇，那就随便，那就随便一首就好了。唱随便的啊，唱随便的啊，我们期待。我刚刚坐这里，你在录，站在那边都比较好啊，站在那边唱。是。哇，你们都不用歌词的哦。要啊，有看歌词哦。啊。哎。亮的大光灯照下教谢之下，好，我们准备有这个基隆鸡头艺人这位大姐为我们唱，不知道是什么歌，请问是什么歌啊？这首日文歌啊，台语是南蒙的啦。好，日文歌，好，歌都很好听的，好，来。
声音。我先讲你要爱看。好，重新来过。微微的声音，微微的声音。打响箱，有个打响箱，啊，对，谢谢，谢谢你哦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边常常呼吁我们的朋友，像朋友有来基隆的话呢，都是海边来走走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个是叫尖山还是叫尖石啊？那个尖石，这边没有尖石，哦，那个。在海上那个不是吗？海上那个，那我们叫坚石，坚石是在新竹。哦，坚石。那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海上那个一个大石头啊，一个小山。它叫基隆屿。哦，基隆屿，对对对，基隆屿。没错，搞错，基隆屿。基隆屿。对对对，基隆屿。好啦，有空过来。谢谢。还是龟山岛有基隆屿，有龟山岛。龟山岛的话呢，要船坐出去的，要坐船。龟山岛要去那个去坐船，坐船在那个新那个在宜兰，宜兰
在宜兰的那个宜兰乌石港，对，那里坐船去看海豚啊什么的，鲸鱼啊，嗯，乌石港那边坐。但是龟山岛跟这里也很近吗？其实蛮近的啊，很近啊，不会很远的。哦，但这边没有船去，这边没有。这边的话，你要到那个碧沙渔港那边去问问看。碧沙渔港，那边有。那边有那个有那个风帆啦，有船坐。网友有兴趣的话呢，到龟山岛走一串。不然是要去那个，你可以上网哦，在那个我们那个东岸那边，东岸那个旅客中心那边有可以坐那个游轮，可以坐游轮到马祖了哈，到那个石环岛啦，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金门的都可以去。在哪个地方坐？那个东岸游客码头，东岸游客码头，东岸游客码头，就是可以去马祖，对，你叫中正路一号，中正路一号那边，去那边问就知道说它的船班是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这个地方真有它的味道特色哦，大家可以不妨来到基隆港的话呢，天气好的话来到这个海边，我们这里叫什么地方都还没有问他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地方叫什么我还没有问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叫基隆市外木山还有外木山的。属于是滨海大道外木山哦，外木山滨海大道，哎对啊，这个叫大帐篷，因为它有一个那个棚子啊，是大帐篷，哎，夏天比较热闹，因为现在天气冷啊，又风又大，对，因为基隆属于东北季风的，所以说有风又有雨这样子，哦，今天好天气，对，就这几天都不好，就今天好，下来又会不好了，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出来走走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拜拜，哎，走啦，拜拜，一个，那我们看来这里啊，大家听到了这个位置在哪里？刚才这位大姐说了啊。这里是基隆的滨海大道，就在海边，这里是大帐篷下面的一个街头艺人聚集的地方，夏天这里人头涌涌，人潮非常的多，但是现在因为天气比较冷啊，所以的话呢人就比较少，而且今天不是周末，今天是周二而已。有来到基隆的朋友，不妨来这里趁热闹，来这里听歌，怀旧一番。这里是街头艺人，基隆街头艺人聚集的地方。好，谢谢收看。